首先我們的工作人員就會給一張選票給大家，一人一票，跟住呢就你們會拿著那張選票呢，就去我們這個我們講是一號櫃台啦，就畫一畫你們的手指，證明你們已經拿開那張票了，過後呢就來我們這個第二號櫃台，這裡就那張選票後面呢就有一個位給你們填你們的資料，例如名字和這個登記號碼，這樣你們在這張台